键下式玩法教程。一、安装配件。将 Insta 360-2 全景镜头连接隐形自拍杆，二、开始拍摄。选择普通录像模式，单击快门键开始拍摄。首先将相机垂直放在草地洞坑里，保持全景镜头在上方，将脸部靠近相机，可做出各种有趣的表情动作，还可以将相机垂直放入花丛，保持镜头与花丛在同一水平面。三、编辑分享。调整画面比例，拖动屏幕调整画面，拖动视频轨道，选择合适片段，点击黄色加号按钮，添加关键帧，选择小行星视长角，点击右上角，选择截屏。进入发现页面，点击右下角发布按钮，选择想要分享的作品，添加标签洞见下视，分享到社区。